等一下哈，我这个软体好像有点问题。可能还是没办法用，明下次再说。好啊，谢谢大家哈。那个，我们上面有一个连接了，我想有些人很多人都知道，就是那个投资有声书哈。我把比较我听起来好像还可以的书籍哈，就放在这个播放清单里面，我们 YouTube 频道的播放清单里面。建议各位有空啊听一听哈，那对于你的投资的这个，对于投资如果真的有兴趣的，可以多了解一下啊，这个。投资的一些方法跟哲学哈、哦。那在留言区我有留一个 link，就是我们这个 House 的那个连接，然后你可以加入。加入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在上面贴一些资讯啊、哦，那你们可以看得到。那当然，同样的资讯我也会贴在这个 YouTube 上面了哈。YouTube 的 CLC 的 channel，有时候我会在这个 channel 的这个社群，就 community 这边会贴，一样会同步贴了哈。所以你们可以收到一些资讯这个不是投资建议，都我大部分投就是。怎么样是比较好的哈？比如说一些绩效哈，这个 QQ SPY 跟台湾0050的绩效比较一下，大家有点感觉。还有一些绩效的比较啊，那这样子大家可以从中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了哈。这个市场长期只有上涨哈，所以我们 Class 轻松聊投资CLC 投资交易学院哈，今天2023年5月13号，一样免责声明哈，我们是一个非盈利事业组织，我们都没有从各位哈我任何地方收取赚过一毛钱YouTube 上面有一些广告，那大家就勉为其难跳过去了哈，因为那个我们也没有开通营业模式。影片所有内容和我们的回复哈，都仅供教育投资教育的意义也是个人经验的分享，并非任何投资建议我们所有的都是义工讲师都是义工，我们都不是专业的投资顾问。影片的内容和言论都是要教育目的哈，不是投资建议。所有投资的建议，投资哈都是要依据个人的研究啊，不是本影片哈或者是我们所有的言论。投资风险很大，市场随时都有可能很大的下跌50%，你的资产在股市里面下跌50%是会有可能的哈。所以投资需谨慎先要了解投资之后再进行投资要自行决定，自行负责投资者永远极度乐观投资永远迎向阳光投资者市场终将上涨。我们投资一定要忍耐投资最重要的除了做对方向，就是说选对投资标的之外，最重要就是需要时间了啊，需要时间，所以你要经过时间才会资产才会增加哈，财富是值得等待。好，我想你们如果进我们的房 house 当然我现在在讲的只是给 YouTube 人听了哈，可能有些人已经看过这张图片哈。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到我们的 house 下面，我这前两天贴的就是 VUG 跟 QQQ 跟 VGT 跟 XLK 感觉起来蛮像的。可是长期我拉起来，就是说。从 VUG 开始哈，当然 VUG 算是还算比较年轻的，2024年、2004年开始就才有的哈。
那这四档基金的话，绩效来看，就是QQQ 还是最好哈。从2004年到现在，它涨了767%，也就是说100万会达到867万。第二名是 VGT 哈，是682% 左右。差不多100万会达到781万，这个买了不要动就会涨这么多了哈。那你会发现市场上上下下震震荡荡，时而有之了。可是最终市场会给你回报，这个还是经过了2008年的衰退，在还有我们2020、2022年的大的跌幅之后的绩效哈。所以，只要你投资够长的话，市场下跌其实是无所谓的哈。那 XLK 的话是605%哈，就是100万会达到700万左右哈，700万。绩效比较差的是 VGU 了，这有点让我 surprise，因为 VGU 我去比较前 top ten 都长得很像，都一模一样，差一点点0.7%。这个 VUG 的这个绩效只有413%啊，也就是100万只有500万，所以你会发现，你投资对的话，QQQ 你会有800万，你投资错的话，你只有500万，中间就是600万跟700万。所以投资第一个要选对标的啦，第二个就是要选对，要时间哈。当然 SPY 的绩效会更差了哈，更差。另外就是我发现上一周的影片跟上上周的影片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的观看人数有点差别。那我发现就是说上上周的时候，我是有提醒YouTube 的朋友，就是你按赞要记得订阅跟打开小铃铛。尤其按赞的话，我想我们的 YouTube 会推播的比较广了哈，所以让我们影片接触的人会稍微多一点。我们不是因为这个盈利的，所以能够传播多一点人，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我们的资讯哈。那他们有一个选择至于说他们信不信或会不会照做，也未必了。不过就是接触越多我们能够影响的人就更广巴菲特在2023年写给股东的信就今年它里面提到几个重点，就是真正的投资家真正投资家不会因为赶不上宴会而懊恼，就说再投资不要急了哈，不要急哈，要稳定。你不管是单笔下去还是分批下去all in 下去也可以，那你要稳定哦，要稳定。所以真正投资者他不是因为赶不上宴会而懊恼，他会担心的是自己没有做好准备而贸然的去参加这个宴会。所以 Are you ready？可能很重要了哈，就是这个你不要在懵懵懂懂的情况之下就进入了市场。那尤其你会紧张的人，那也要注意哈，控制仓位。长期投资者哈，让这个复利成为你的助力，就说时间了哈，时间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不要理会市场的涨跌，涨涨跌跌，不要理它，更不要去理会这些市场上的算命的鸡同的预测。所以天天都有人在预测了哈，那其实对投资一点用都没有。当然，但很多人都会认为连鸡同是有用的哈，算命先生是有用的，那可能是心理安慰吧。
不过我看鸡同跟算命都比市场的预测的这些市场分析师都来得准了啊。哦，这个巴菲特说，这个当市场预测的人哈，他们的失误率如此之高啊，就发现鸡同跟这个算命的还蛮准的。还有一个，当然大家常常听到，就是如果你没有打算持有一档股票哦，或者是你一个投资不想超过10年的，那请你连10分钟你都不应该持有哈。所以长期投资，长期才是投资哈。最不好的方式就是因为市场涨了你就去追啊，就买你买股票的原因就哦，因为涨我赶快去买，那。更不好的是哦，因为市场跌，所以卖，所以你买卖，你根本不是在投资嘛，哈、哦，你这是在因为市场涨你就卖，是买市场跌你就卖啊，这个通常是一般散户的通病了、啊，也就是一般的操作者的通病啊，他们都会预测市场啊，这个是最笨的哈、啊，买卖股票最笨的理由哈、哦，就是这个。在伯克夏的这个股东会里面，巴菲特有提几个重点的哈，如何做好一个投资人呢？第一个要做到没有感情哈，所以大家知道，如果过去一年的去年的下跌，你如果能够忽视它，那一次就是一眨眼就过去的事嘛哈。当然，你一直盯着它。那个日子就不好过哦。巴菲特说：“我们不会想要成为生活中没有感情的人。可是，当你做出一个投资或商业的决定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到没有感情。所以，要做到无。我们人会有伤害，或者是会有感做错，做一个。”太冲动的决定，都是因无有声啊，都是因为你自身的一种感觉。你要练到没有感觉，你才会做出的决定会比较客观啊。大家在买进的时候，不要东考虑西考虑，就是你不要掺入你的感情。哎呀，我觉得市场可能还会再跌吧，再跌多一点，我再来买吧。哦，市场可能，还有低点呐，哈，那个你就自己在那边猜测，或者是说现在赶快买，下个礼拜应该会涨了，哈，都是猜测，那个都没有用，那个都垃圾，没有用，可是很多人都认为还有用，当你在买进的时候加入情感，你就会延误，延误，延误，好像。好像这个火车来了，你不上车，你就在想，这个火车对不对啊？要不要上啊？这个可能下一班会快一点吧，或者说这个火车可能还会倒退啊。我就想的太多，你永远都留在月台上，这样没有好处。所以其实最好的最好的投资方式就有钱就买指数基金，因为我们不是买个股，也不用去挑，也不用去想哦，就是已经少掉很多麻烦了。所以你有钱就买进指数基金的，不要考虑。哦，唯一的我们还是一直强调的，就是大家要理解风险、认识风险。那你们如果要理解风险、认识风险，应该要听上面那个连结里面的书单，然后投资最重要的是，还有要去听那个漫步华尔街的傻瓜你就得可以理解风险、认识风险啊，之后控制风险要保留有一些现金流因为意外总是会来那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有现金之前有一个朋友来分享，他差一点被 lay off，他吓到了就是如果没有现金，他真的是吓到了，所以还好他留有现金，紧急备用金。之后剩下的钱有钱就买进指数基金，你随时买，你不要卖啊，随时买，打死不卖很重要，随时买，打死不卖很重要。这里有一位朋友问，
就是说，最近有些朋友常常在问美元的关系啦，然后这个美元未来会不会不值钱啦？那个大家好像要去美元化，然后那我们持有的 QQQ 啦、SPY 啦，或是51300啦、0066啦，会不会有问题啊？其实大家知道，我们买进 QQQ 跟 SPY，它是一种资产，就好像你买进一个房子一样啊，是一种资产。那货币如果贬值，那你的资产就会更值钱了。比如说，这个一个房子啊，这个100万，那美金如果不值钱，那你就要卖它150万了，对不对？如果这个资产是有它本身的价值的话，就好像黄金的定锚一样哈。相对于黄金，如果那个东西越来越不值钱，那相对于黄金的话，它就要付更多的钱来买黄金嘛，相同比例的黄金。那一样，QQQ 跟 SPY 是一种资产，其实跟美元没关系的哈，它就是美国的公司嘛，美国的公司就是一种资产，那它的价值的定义来自于它的业务、它的服务、它的产品。那你只要一卖出，你才会拿到那个货币。哦，那你如果是在美国 QQQ SPY，你卖出你拿到的是美金；你在台湾00662卖出的，那你拿到的是台币；你在中国51300拿到的是人民币。所以同样的资产，其实51300、00662、QQQ 都同样的资产了，可是你卖出你就换成不同的货币，所以你是资产，你想换成什么货币就是什么货币。所以我们持有是一种资产。只要你不卖，就跟货币没关系哈。可是最终我们要使用货币，就是那一瞬间了，就是卖掉变钱，用支付宝或者是用什么网络，啪啪就买东西买掉了，或者是信用卡买掉就买掉了，去支付账单啪，持有那个那一瞬间，你才真正拥有货币了哈。那个货币拥有的时间很短，其实。拿现金的人是很笨的了哈，很笨的。尤其放在什么这个利息只有零点几的 saving account 的人，那是真的很笨哈。因为货币唯一一条途径就是贬值啊，所以至少你就要去买 money market 啦，对不对？货币基金啊，那你至少还有以前的话1-2%，现在有4.5%到5.5% 都有啊，美金呢、啊，美金呢、啊。在台湾的朋友可以买，扫一下哈、哦，美金在网络扫一下美金定存利率，它就会列出很多银行不同银行的不同利率，还不同方式，我看起来都有4.6到5左右哈、哦。所以回来谈就是说，我们投资是资产，不是美元，所以你不要去担心美元的状况。美元只有持有美金的人、现钞的人跟持有债券的人需要担心的啊。哦我们是不持有现金的哈。这里有一个朋友说啊，他是我们的坚实信仰者了哈，他坚信美国，坚信科技，所以他投资 QQQ 是唯一的选择。可是他看见，他去查了，看见 QQQ 20年的股价，他用了几乎14年，从2000年一直到2014年啊，才回到高点。第一个我就是怀疑啊，这个是我们信众吗？因为当然我们不是宗教了哈。他说，这个东西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那当然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如果一直存在大家的疑惑中，就没办法突破啊，没办法做长期投资。认为说哇，这个14年才来一次，14年才回到高点，那我去2021年买的那个408那个高点，我等到苦熬18年哈，才有办法回到高点，那我就不是惨了吗？这个问题一定要大家要给它解开哈。还有就是你有任何问题都举手，你可以先举手了哈，先举手啊，那个 moderator 把你拉上来哈。任何的问题，因为有些人会，大家会认为啊，这个问题很小。我上个礼拜有讲过，那问题没有大小，问题就是问题。因为你不给它解开哦，小问题就会变大问题。所以你任何不管金融的问题、投资的问题，你都应该
来问了哈，我不见得给你很好的解答，可以，可是以我的30-40年的经验，应该有一些参考价值，所以还是要问哈，你不要憋着不问这个问题，有问题不管没有问题没有大小问题，只没有任何问题都是很大哈，都是很大，因为在你面你内心会产生疑问，那这个就是会未来阻碍你成功的一个绊脚石，所以有问题一定要问清楚，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就搞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投资才会干净哦，才会干净，那你才会无为。要先知道才无为，然后所以他的问题就是说，那这样子 QQ 这么长一时间才能回到高点，这样对吗？那退休的人怎么度过这14年？怎么办？那14年都资产都没有回来怎么办？如果 QQ 未来再还需要14年才回到他说410应该408的高点，那我们要如何面对？然后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不过我再重复一遍很多新来的朋友可能没听过。2000年的泡沫，如果很年轻的人没听过碰过，那有些人碰过也搞不清楚那个状况。2000年当时，QQ 很多像 Yahoo 啦、那个 Google 啦，很多都没获利啊，那个都没有获利。还那个时候还有那种只要一张纸就可以拿到好多钱的人，还有人要把冰箱放在你们家门口，要 delivery 那个生鲜食品的，都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公司都有，而且都可以拿到很多钱。所有的公司在 QQQ 上面的公司几乎都是泡沫，没有都没有获利。可是雅虎都没有获利，那时候可以达到600块美金一股哈。我记得一天早上起来可以涨60块，就是这样，完全是泡沫哦。大部分的公司都是亏损，和现在 QQQ 每一家公司获利的不一样。而且大家获利都非常的高，我查了一下，现在苹果一季赚的钱相当于台积电赚1年的钱了哈，所以美国的公司是非常会赚钱的，所以台积电是很好的公司，可是跟美国比起来的话，那赚钱的能力还是不大了哈。我不是说台积电不好了，连巴菲特都说好，所以还是很好的。那如果你不了解2000年那个泡沫那些公司的状况的话，代表就是你没经历过，或者是懵懵懂懂的经历过，完全不了解。那只是说啊，2000年下去到2004年上来的才能够创高，那是 QQQ 的当时的一种时代背景啊。重点来了，重点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还在上班的朋友，那这一段时间是赚很多钱的哈，因为它可以让你在低点持续买进嘛哈，所以那个时候我看一下哈。那个时候真的可以买到很便宜哦，这个是难得的机会，可以有14年让你买到这么便宜的东西哦。2000年，最低点来到20块，最高点100块，2000年高点100块。最低来到20块，就是2003年，2002年6月、9月来到20块，一直在这边盘到2009年还是高点，还是很低了。2006年50块，这么久的时间才到再回到100块的时间。2014年这段时间可以让你买在100块以内，
所以到现在你要赚很多，有钱对，所以对年轻人来讲，对一般的投资来讲，应该要 welcome 这段时间哈。对一般人来讲是黄金年代，可是对很多人来讲，它就是一个哇，怎么办？那所以还在上班的朋友应该不喜欢市场上涨，应该是喜欢市场下跌，因为你还没退休，还不会用到这个钱嘛，那你应该要赶快有钱就买。哦，那市场下跌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现在开始涨上去的话，对很多人就是越买越贵嘛。假设你是要买房子的人，难道你是要等到市场一直涨，你一直买不到比较好，还是市场能够腰斩让你买？所以如果年轻人像上礼拜浩清讲说要弯道超车的话，那应该要祈祷市场下跌哈。这不应该担心市场，为什么会跌那么久？市场跌那么久，让你买，是给你机会哈。所以如果市场下跌，像去年那样子，有钱就买进，会赚更多了哈。你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赚钱，虽然没有回复到最高点，可是很多人的资产已经开始赚钱啊。因为只要你持续投资。再来哈，再来就是，如果对一个退休者，啊，那你哈，一年你投资 QQ 一年只能用2%，所以市场下跌。你退休金还是够的，假设你有准备足够的资产，所以你如果你投资 QQ，你年开销乘以50，啊，你每年要花10万美金的人，你就要准备500万；每年要花五万美金的人，你就要准备250万。投资 VOO 跟 SPY 的，你的资产在 VOO、SPY 的，它涨幅比较慢。那可是它的波动比较小，你可以用3%。那你需要10万块开销的，你就要准备330万。所以退休者的风险不是来自于市场，是来自于你是否有足够的资金退休了。哦，风险是来自于投资者的年限够不够长。你最好越早投资越好。假设你是。现在40岁，你投资怕投在高点，可是你说20年这样一直投资下去，20几岁开始一上班就开始投资的话，那你不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你的资产会够多啊，哦？风险不是来自于市场，风险是来自于是否有足够资金可以退休，风险是来自于你的投资年限不够长，你的资金不够多。所以能够提早投资，能够市场在下跌的时候，你能够买更多的时候，那你长期投资就没有风险，20年以上的投资指数就没有亏损过。所以有足够能力退休的人才能退休哈。你如果没有算清楚就贸然退休，那是有点风险哈。有时候晚1年2年退休。安全会更安全了哈，因为就说啊，我就差一点点，那可是市场如果刚好最高点，那你就会有点危险啊。当然，节衣缩食一下也可以度过。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没有能力退休，而以为自己可以退休。很多现在提倡提早退休，提早退休啊，自己说哦，我有100万美金就可以退休了，或者是在台湾说我1000万就可以退休了，台币啊。那可能有点高估了，就是其实低估了开销，还有低估退休的风险。当然，很多人其实资金是够的，可以退休而不敢退休。那也不知道他是不敢退休还是不愿意退休了哈。有的昨天我碰到一个宏基的同事，那就是有个同事就做到。做到这还在好像60几岁了，还继续做，最后就在
就走了哈，就是这样。所以他做到走也没什么不好。可是如果是因为钱的话，那就不太好。那如果是因为乐趣的话，那当然是可以。所以如果你是已经可以退休了，那安排好应该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什么叫财富自由？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你睡到自然醒嘛。那你不受金钱所困嘛？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你可以拒绝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你可以不要就不要啊，你可以要就要啊，这个叫做自由。至于你要什么，你不要什么，那也是你个人的选择了。好，我想我们先谈到这里，然后有问题的，大家举手哈。我们市场都跟我没关系了哈，所以不要去管国际局势啦，还有那些分析师啦、财报啦、经济局势都跟我没关系哈。你要对市场无感啊，你才会成功啊，才会成功。好，那我先分享到这里。大家提问哈，那我也麻烦你，谢谢。谢谢。然后刚才有人在 Room Chat 有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自己先回答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是第一次或者是初次，头几次来参加我们 Clubhouse 的房间，那老师会提到说他的画面上写什么东西，他的影片上，他的影像上展示什么东西，那因为这个 Clubhouse 原则上是一个音频平台。就是大家就是像是广播或电台一样这样子收听，但是它是一个就是 live 的互动的，所以暂时是看不到老师的画面。不过如果还是对于老师的画面感到非常有兴趣的话，可以到Clubhouse 搜索哦，sorry，可以到那个 YouTube 搜索CLEC 投资理财教育学院，然后去看到，假如说你未来去看，就看5月13号这一天，就是上传的 YouTube 的影片，你就可以看到老师当时分享的一些画面。那原则上每一周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是进行的，所以如果有漏掉画面的话，都可以在YouTube 或哔哩哔哩的影片上面都可以看到。然后老师刚也有在我们的那个Room Chat 里面分享了，就是我们 YouTube 的一个这个连接方式，所以可以直接点过去看。然后我们回到刚才已经有两个朋友有举手上来，那我们把时间让给 Simon。Simon，如果您在的话，可以直接开麦或者是分享，谢谢。天使老师，早上好。好，你好，来，听到我声音吗？可以。还有主持人好，同学好，我是来自香港的，就是今天和你们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理念给你们听一下，需要花一点时间，有没有问题啊，主持人？你说。哦，好了，就是说呢，投资呢，就是这件事就一定要呢，学老师这样的，就是大道至简，就是大道本来就是很简单的，不要将投资这样的事情，变得很复杂的一件事情。老师叫我们就是投资。被动的指数基金，SPY 或者是 QQQ 啊，这个策略就是买入持有。老师讲打死不卖，我说永远不卖，还要呢传承给我们下一代。那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呢，我们未来会变得越来越有钱。还有呢，我们买了这个指数基金之后呢，我们不需要去看盘，不要操作，也不用去理会那个完工的经济，还有什么经济分析啊，什么都不要去看。好像老师说的，他一年好像都是只花了4小时在这个投资
看盘上面的事情，就看一看，这个有多少钱就可以了，就这样。所以投资这件就是事情，就是越简单，就越好。还有呢，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有耐心等待，通过时间的累积，我们慢慢会看到我们的资产稳稳的在增长，1倍、2倍、10倍、几十倍、100倍，就是这是我这一些分享。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分享，就是说这个复利效应。很简单一件事，如果你现在用本金100万投资指数基金，60年后呢，你这个100万会变了3亿多。还有呢，你再过20年之后呢？这个是不是还更加可怕了？所以说呢，复利是我们投资最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一定要深刻的认识到复利。所以呢，我们的资本一定要不要去操作，永远就留在市场上面，让它每年最少有10% 的复利增长，一路传承下去的，我们后代会越来越有钱。还有呢，这个复利呢，还对应有4个方面，一个就是健康。我觉得我们做人第一个就是健康要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要有足够的这个长寿，来享受我们投资的回报，还享受我们的人生。所以呢，健康里面的复利效应呢，就是每天坚持做1小时的运动，什么运动都可以了。你每天做，你做了几十年之后呢，你比你同辈的人一定是会更加健康。第二个就是专注于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事业，好像老师一样，他无私的在这个20多年时间，无私的为我们奉献他的投资的理念、投资的观念，给更大的人家，更多的人可以慢慢变得富有。第三个就是学习，我们要抱着终身学习的态度来学习，我们的提升，改变我们的思维，提升我们的认知。第四个就是投资了，投资这刚才就讲了，就是这么简单啊，买指数基金，永远不卖，不操作啊，传承下去，通过时间的累积，就是就一定会变富的，这个可以肯定的。这几个月来呢，我跟老师学到了，就是他的那个思维，就是说呢，穷人和富人的不同，富人就会给钱来投资或者来生活的。这个很多我们中国传统的人，他是很怕负债的。包括我的也是很，各个中国人，传统中国人就是负债的，但是这个观念一定要改变。今天我看后面还有人，我就分享这么多了。好了，谢谢老师，给同学的聆听。好了，交回时间给主持人。好，谢谢 Simon。那看一下 James 老师有什么要补充？好，谢谢 Simon 哈，那个Simon 把我们过去的一些他的想法哈，跟大家分享，那很好。我在结论上面有贴一个 Sherry 传给我的小飞机了，那当然他是他的分享，那我想大家可以他写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希望我能够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可能对有些人有帮助吧，所以我会把它贴上去。那我们往下走哈，来。老师，没问题。下面因为我这边看起来的顺序好像也乱了，所以我先念出来，那其他朋友没关系，先稍等。下一位我这边看到应该是伟林，如果您在的话，可以直接看。哎，James 老师好，大家好，这个，哎，James 啊，我。
我最近呢做一点小的功课，然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呢有些问题可能想问 James 老师，这个有点现象我不能完全理解啊，我大致看一下这个，我就大致讲一下这个情况吧。这个我大做了一个小的功课，就是说我看了一下这个从2023年 Year to Date，就是从今年1月1号开始到现在的几个大盘指数的它的 performance，大概做一下比较。道琼斯从1月1号到现在增长了5.06%，那就是基本上没动了。另外一个小盘 IWM negative 0.94，那基本上也是没动了。第三个就我们一般比较知道的 SPY，就是 SP 5007.62，那也是不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纳斯达克 QQQ 22.06%，那是最高的。另外我再追加了一个，就是说我们一般常规的大家讲的就 FANG 的这些高科技的公司，Year to Date FNGF 增长了42.94%。啊，这是一个，就是从1月1号到现在回到它这个 performance，其实差异性还是蛮大的。这只是一个现在这个现象，那我就不明白，这我就讲为什么会差异这么大呢？我就进去做了一些功课，dig 进去看，但我大致看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发现一个问题，不管是 SP 500或者 QQQ。它基本上前八大公司的，就最大比例的 holding 八大公司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现象很奇怪。我可以大概的讲一下，大家都知道这八大公司包括 Microsoft、苹果、Apple、亚马逊、NVIDIA、Google 一两家，也就 Google、Google、GGL 其实一样的，还有 Meta、Tesla，就说其中这八大公司是一模一样的，SPY 跟 QQQ，只是区别点在什么地方？它的比例不一样，就都是八大公司在 SP 500里面占了2%，我如果没快板错，24%，在 QQQ 当中占比占51%。OK，那这个比例不一样。那今天就是接下来做了一个 homework，就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八大公司的 contribution year to date 到底多少，在 SPY 就 SP 500里面。它这八大公司在 year to date 增长了百分，这 contribute 就说它增长的是9.53%，但是 SPY 本身 year to date 只7.5%。换句话说，所有的 SPY 的 performance 增长都八大公司 contribute，其他公司基本上都是 zero，基本上剩下公司都 zero。那第二点我就看 QQQ，就大家最我们大家都有的 QQQ。QQQ year to date 增长了22%，但是这八大公司 contribute 21.7%。换句话说，你如果 QQQ 100家公司，前面八大公司基本上 super dominant 这个，我不能讲剩下的92家公司 zero 里头。就说这个现象，我有点纳闷了。就说今天的不管是 SPY 或者是 QQQ，好像。它的 performance 全部有这个八大公司 FNG super dominant 这个，剩下的公司其实没有 limited 这个，所以呢，我就回答问题，就说我们以前有一个指数叫做 FNGS，其实这就是 FNG 的 index，这个公司不是个 ETF，今年 year to date 增长43%，为什么？因为它完全就是这八大公司组成的，所以我就觉得第一个问 James 老师，就是说。这种 return 全部由这八大公司完全组成的，其他公司 almost no return，这个到底是市场是好还是不好，还是就这个样子，一直这个样子的？好吧，请金毛老师回答。好，哎，谢谢魏哈，这个提出来问题很好了哈。等一下，好。
这个问题很好了哈，那我来回答哈。这个现象啊，不是今天才有，这现象是一直在市场都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所以第一个投资哈，不要去投资小公司哈，除非你对那公司很理解，不然小公司通常是没前途的了哈。就是 IPO 的80%最后都是刚 IPO 的小公司，80%的公司很快。在几年内就消失了，所以，那个是 angel capital 就是天使基金啊，或者创投的人在投的小公司不要去投，所以大公司全拿，这是我从我投资到现在都一直如此，一向如此这没什么好，特别的，没不特别，很正常，就是这样。那可是。你如果只投资前面10大或者前面8大，那你可能就没办法 enjoy 一小部分这前十大哈。当初这个前十大，当初也是从这个 SP500，你知道 NVIDIA 刚开始，我在美国1993年还92年，那时候才刚开始上市，listing to SPY 最后一名，NVIDIA，所以它就慢慢爬，慢慢爬，涨了。几千倍了吧？我看一下啊。等一下，我们看哈，我来看好了，来，来看。Maxima，涨了300倍，我涨300倍，所以你看到 NVIDIA 的时候，它帮你涨了300倍。就是说，当你看到 NVIDIA 跑到这个 SPY 或者 QQQ 前十大的时候，它已经帮你赚了300倍了所以你如果，我相信会是不是有这想法？那我应该投资前面10大就好了，是不是这样？那你就会发现说，你其实。没办法 enjoy 那个每个公司涨300倍这种迹象没有。那再来就是说，我们都经历过去年去年那个时候间点那好像 FANG 也是，或者我们台湾的朋友，我们都会建议投资00757嘛。可是那时候的状况是很不好的很不好的。那所以我们在投资一个，我们做投资的时候，不要去改来改去的。你要了解你要投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它是什么样子的特质特质，你要了解它的特质。如果你理解漂亮五十那个历史的话，那你就会知道1970年那个时候漂亮五十有多疯狂，IBM 有多夯可是你当时如果投 IBM 跟 ExxonMobil，你要让你选，很多人当然都会选 IBM。可是到今天，其实 ExxonMobil 是超过回报率是远远超过 IBM，所以你。看短期有投资者眼光如果 narrow down 到1年2年，那是眼光是太窄了啦，太窄了你眼光要放到10年20年，就好像去年的时候，整个前十大跌得稀里哗啦的跌掉70%的各那个科技股，对不对？那你如果看2年的话。两年，QQQ、SPY 跟 FNGS 这三个，到目前为止都在同一条线上，同一点上，都是零，都是零，就是过去2年回报率是零，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可是，当市场在下跌那个过程呢，
市场在下跌那个过程，去年2021年11月15号，哈，11月哈。到市场的最低点，22年10月31号，那个时间，FANG 是跌掉45%。QQQ 跌掉30%，SPY 跌掉17%，所以大家要理解就是说，你看到的，就是说那时候跌45%，所有的人都快 crazy 了哈，抱着 QQQ 的人都已经快疯掉了，那抱着 FNG 的人几乎都快自杀了哈。那这个不是我们要的嘛？哈，你不会想要哦？现在又好了，又开始改变主意了哈。当初会差点让你自杀的，现在你突然就说我要拥抱他，那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为我回来，我们回归正题，就是说，你在一个小的 narrow window 里面，你都会看到不同的状况了。我常常讲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了。这个江山代有人才出啊，各领风骚啊，几十年。那短线操作者各领风骚几十天了哈，那看你看的是什么？那你要看出那长期10、20年、30年，你应该要投资什么？以过去历史来讲，投资漂亮50的都失败了。那你投资漂亮10的人会不会成功？I don't know。啊，这个是需要时间的验证。当初去年投资个股的人，在2021年这个大张旗鼓宣扬的人，现在2022年全部都被打脸了。啊，结果2022年很多人就是。这些股科技股烂到不行了，已经都要把它丢之如敝屣。之后，2023年又把它打脸了。所以，你要是一个稳定的投资者，还是要随波逐流的投资者？那你要自己先做好决定哦。啊，你选好你的标的，啊，你知道它的特性啊，才能投资。啊，你要用长远的眼光看了、啊。那从 FNGS 的这个过程，或者是 Fan Plus 的，I don't know，因为它时间蛮短的。那我不喜欢它的结构啊、哦，我已经讲过了。那这个可能以后会比 SPYQ 好，I don't know，还没经过实验证明。可是 QQQSPY 是证明过了，所以我认为 SPYQQ 够了。够大家富有，就好像刚刚那个 Simon 讲的，你只要投资30、40年，40年你就有好几百万美金了、啊；你投资这个60年，你有好几千万、上亿。我记得是李嘉诚吧，还是什么？他说上亿应该是要的哈、哦。这个，所以人生富有不需要靠特别技巧，也不要靠特别的研究。就只要靠指数，而且这个指数还不是很特殊的指数，就很一般的指数就可以了哈，就可以了。这个我们来看啊，我就说，假设你投资10万，那回报率12%，10年，你只有30万啊。你才花这，你花这搞了10年哦，才到31万，31万10年，哦，10年1.12的10年，才到31万，就是31倍。哦，那你10万变31万，再10年，再乘上31，你就916，所以20年你就961万。所以你每进10万的人，20年后你就有900多万，再乘上31，30年你就变千万富翁了，就是2900万啊，30年。
40年。92亿，对吗？我看一下有没有算错。2900万，2979，2亿啊，2亿9000万。再30年，你是92亿。那这个很好啊，第一个好，我们来第一个十年31万，第二个十年961万，第三个十年2亿9000万，第四个十年92亿，啊，了解吗？所以你会发现，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好像是30万啊，900万啊，好像不多，可是你若持续这样下去。那是不得了的哈，不得了的。我来算一遍哈，10年，3倍，3.1倍，那我算错了哈，不好意思，3.1倍了哈。所以第一个十年你10万变31万，第二个十年是3.1倍，所以你31万乘以3.1。啊，那你就96万。第一个十年搞了半天才30万，第二个十年搞不得半天，不到100万，将近100万。第三个十年297万啊，第四个十年就40年，我们常常就是说以40年923万，所以美金10万就变900多万。那你如果台币，那更少。第五个十年，你就2800，就上千了。第六个十年，就8000，就要接近1亿了。所以，你只要投资，你有60年，你上亿是必然的。当然，那个人就说：“啊，那我那么多，我都人都快走了，我这个1亿有什么意义了？”那是因为你第一个10万嘛。那你如果每年都投的话，每年都投就不一样啊。你若每年都投的话，那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啊。你可每个月投300块，300块，我们直接算到最后了，40年，对不对？12%。300万了，你就最少有300万，退休没问题。每个月交300块美金，那台湾的朋友就是一万块台币，那就继续投台湾的可以上亿，美国人可以上千万就这样。好，我想我的回答就是这样子了，就是说，你任何时间都会看到任何明星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啊，各领风骚啊。这个James，两三年，嘿，这个是这样，你说。这对不起，James，我追加一点啊，因为我大概做了一个，因为刚才 James 老师提出这个东西嘛，这我看一下，我应该有一张 picture，我自己做的这个一个，我大致看了一下，就是 James 老师刚才讲的这东西，这个 FNG 这个 ETF 嘛，就 FNGS，它是在2019年11月份开始成立的，大概4年不到一点吧。如果我不看一天两天，就从当时这个成立的这一天到今天为止，它的 return 121.77% return，就是说这4年不到一点。同期的 QQQ 从2019年11月18号到现在 return 60.18%。那这都是在同一天啊，在同一天，我不看哪个时段，就是 all time 这个，那基本上也是2x。那这个其实跟很巧合的，就是说，这跟因为 QQQ 它当中的它的成分占51%，一个是100%，这个让我感觉说，就是说，当然我们不看短线，我们长期投资者不看短线啊，但是你长期来说，这个好像就是 2x 对他来说这个，那是不是跟他这个成分跟他比重？
是有关联性的。那就回到另一个问题，就为什么 QQQ 在这几年的 performance much better than SPY，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这八大股在这个 QQQ 成分占51%，在 SPY 只占23%，这是很大一个关联性在里面。这我不是要推荐大家买，我只是说从这个当中去这个现象当中反映出来，就是说未来这几年或者未来几年，是不是高科技这些权重股的比重在指数当中会非常非常厉害，它的 performance 好跟坏会 dominate 你这个 ETF 或者将来这个 performance 这个，这是我第一点。另外这个我做了一个 quick，就是前阵老师讲的 QLD 嘛，两倍的 QLD 跟对应的是 FNGO，这两都是两倍股，QLD year to date 43%。FNGO year to date 95%，基本上也是两倍左右。就是说，这个现象我不那么 sure，就是说这个现象是短期的3年4年呢，还是说 from now on 这个市场好像都会往这个方向去推这个东西？那刚才节目上讲，就是说我不说叫大家多转成 QQ 应该转成这 FNGS FNGO，但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将来还有选择，我能不能适当增加一点这个 FNG 的 weighting 这个？比如说70%，我现在是 QQQ，30%是 SPY。那我新资金出去之后，会不会可以增加10%的 weight 在 FNGS 上面？这个就是说，跟 QQQ 比例是适当做一点调整。这个，这是我的意思。那个喂，那个你说那个 FNGS，对，FNGS 是 ETN 啊，我跟大家讲，不要去投资 ETN 哈，不要投资 ETN，ETN 是 note，它是一种债券，它有到期日的哈。好，那你记不记得去年的时候，去年初或者是2021年底，去年初的时候，我记得我跟你对谈过，你就说你的朋友、你的小组的人有人啊，就只投资。QQQ 的前十大，前十大。后来2022年跌得稀里哗啦之后，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后来我听说是就转回 QQQ 了，还是怎么样？那他们所遭受的是什么状况？我听说好像也没回来，但就是当时就是我同意节目老讲，就是说他的疼痛期可能因为高科技公司嘛涨了一些厉害，但是大家就最后我们讨论小组，大家认为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这10家公司也是美国最好的公司嘛。那如果说你如果我们要担心苹果 Microsoft 破产的话，那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好相信美国公司的东西了，来这，所以我。大家最后我们组里面讨论的意见也是这样，就说我们不鼓励大家都这么做，但是你适当增加一点的 weighting，比如说10%投资的，我觉得也没什么。因为我大家而且我们组里面大家讨论就大家尽量希望用 retirement account，因为这这样节目老师讲，这可能是 no 什么东西了，maybe you cannot keep forever，但你可能要卖掉这张，那你可能用 retirement account 相对是对税上面可能相对是比较。买卖是比较容易一点的这个东西来，那我记得在当节目老师早早讲过也是个问题，就是说它的 no 最大的坏处就是 you cannot keep forever，OK，这个东西就可能当中总有一天你会买那么涨很多，你要卖掉这个东西，不是像 QQ 你可以 keep forever。那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们只能适合用这种 retirement account，因为你不用税的问题，其他的可能你外面的 regular stock account，可能就算你赚了很多，再加上 inventory，你 have to sell。那可能是税上面也是一个 concern 吧，这个我不知道，就是我们组里面大家讨论这个，提出这个问题出来，这个，但我是不太担心。你说苹果 Microsoft 会倒闭，这个是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呢，那我觉得是也是这个够呛了，这个。好，我想这个讨论不完了哈，你都永远可以找到哦，哪一个比 QQ 好，哪一个比 SPY 在某 certain moment 啊，比如说你这个2019年到现在才几年，太短了哈。那你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那应该买 Apple 啊，Apple 绩效都还比 FNGS 来得好嘛。那这个是很个人的问题了哈，所以我们就不继续再展开了。因为你可以随时找到任何一个，甚至不要说 Apple，你可以找到任何一个公司或者是几个公司组合起来啊，超越 QQQ、超越 SPY 的都可以，而且在 anytime 都有发生。就好像短线操作者他你总是会找到
江山代有人才出啊，各领风骚哈，几个月啊都会有，几年也有啊，5、6年也有，就是短线操作者也有很多英雄好汉。可是如果无法长期安定稳定睡觉的持有，那我是不建议的哦。就这样，那你如果认为 FNGS 或者几只好的个股，你持有可以 forever 啊睡觉啊没事做啊，当然 OK 啦 OK。那你说中间你想要做一点操作哦，觉得 FNGS 已经不好了要换，那你说我愿意这样做也 OK，那是你个人的决定。那我想没错啊，这个江山我还是一句话，江山代有人才出啊，各领风骚几个月。几年都有了，也都有，always 都会看到很多啊这种事情，never stop，never stop，就 always 你会随时找到。我看听那个2021年大家在讲的事情，跟2022年的时候大家在讲的事情，跟2023年现在在讲的事情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啊，对同一件事情看法都完全不一样，讲法都不一样，哎。所以，这个就是投资里面最难的一部分。你一直在看着它变啊，你又没有抓住一个稳定的方向，那你会永远在飘荡啊。这是我的感觉了，嘿。好，谢谢 James，好，谢谢谢谢莫，喂哈，好，好。谢谢喂。那我们换位是豆豆，如果您在的话，可以直接开豆。Enzo 在吗？Hello，Hello，hello, 听得到我声音吗？你可以很清楚。好，谢谢老师跟大家。那我是最近才从发现就是Podcast，然后再看到这边，然后第一次加入 Live 的分享，那很感谢就是老师也有在 YouTube 很快速跟耐心的回复我一些比较基础的问题。那我今天也有。我先问一个问题好，那就是稍等我一下，因为最近我过去都是在台股这边买0050这种，也是指数型的 ETF，但是就限缩在台湾市场，那也有一些个股，那有的亏损，有的套牢，那想要请问老师，我现在是蛮相信就是要。走这个 QQQ 跟以及台股的这零零662的这个买法，那会建议我怎么处理这些过去亏损或套牢的个股，以及已经买好的0050嘞？就是让它继续放着，等它有一天稍微起涨一点，我再把它做转换，还是这个时候不要管它沉没成本来直接做转换？那我先提出这个问题，谢谢。你礼拜一就是所有个股啊，所有不喜欢的 ETF 啊，全部市价卖出啊，你就全部市价买进00662啊，就这样子，很简单了啊，就没有什么好，没有感情的，不用想，一秒钟就可以走过去了。了解。那我常常讲那一如句果话，我就是人家跟你在这边坐一个电梯，人家说啊这个电梯坏了，那你会做什么？说这个电梯坏了，啊，你赶快换到另外一个电梯，不是这样子吗？你还会有第二个想法吗？不会嘛，哦，所以就换，而且立即马上就没什么好，没有别的更好的方式。你如果说等到0050什么回到或哪个个股回到你的成本，第一个它会不会回到成本都不知道，第二个是它回到成本的时候，00662或00646或者 SPLQQ 早就。让你高不可攀了哈，所以没有不要去做那个事，不要好，等谢谢老待，师。不要那我犹可以豫，再，那我想再追加一个小问题，就是之前也有听过一些指数投资的观念，是讲到资产配置，可能在分散在不同的市场，或者是买下更广泛市场那种，像是 DPI 这种 ETF。那我目前还没有在老师这边听到就是相关的比较或者是分析，所以想说再请老师可以再。稍微分享一下，谢谢。
我拉出来就是从0050开始发行的那一天吧，2008年是不是？是不是2008年发行？I don't know，可能这个0050这个2008年到一月到现在，QQ 是涨620倍，620%。SPY 跟 VTI 是一样的啦，SPY 跟 VTI 两个到目前为止是一样，差不多200%。那 QQ 0050是100%，就是这样子，所以 VTI 没有说比较好，也没有比较坏了啊，所以是我们为了 simplify 的话，就是用 SPY，不用再去搞再两个了，没有意义嘛，两个长得一样就没有意义去搞两个嘛，对不对？那你如果五年来比的话VTI 是输 SPY，一个是46，一个是52%啊，所以 SPY 不会比 VTI 差，可能还好一点，所以不用去考虑别的。你要绩效很好啊，稍微震荡一点你就 QQQ，你要稳定的你就 SPY 可是两个会差蛮多的哈，就是从2020，你从2008年到现在。一个涨564%，一个涨200%哦，所以这里还是差蛮多的。所以如果对了，如果你是求稳定的，你当然多一点 SPY。所以是如果你是很年轻人很长时间的话，那你该投资 QQQ。我之前有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就是我说40岁以前你应该都是投资 QQQ 了哦，就没有什么好选择。40岁到50岁，你还有上班，如果有钱，那你应该是投资一半一半 QQQ SPY 了。那你如果50岁以上到60岁还在上班的，那个钱就给他投资 SPY 吧，这个是该耐而已啊。那你如果到了50岁已经有几千万美金了，那你还投资 SPY 干嘛？当然是投资 QQQ 啊，对不对？追求最高回报啊，那就震荡对你来讲也就不是风险。那可是，当你要退休的时候，50岁你只有200万美金，那你只能拿3%。那你最后你要，如果拿2%，你没办法退休；拿3%，你可以退休。那个时候你可能要保守，就是 SPY 多一点，慢慢开始往 SPY 挪动。那你可能可以安稳退休，拿3%过日子。所以这个不一样，不一样。你能够承担起风险的，应该往 QQQ 走。在 SPY 跟 QQQ 间做平衡，那年轻人一定要尽量投资高科技的 QQQ 了哈，这个成长还是相对比较好啊，未来还有 AI 的啊，所以是这样啊，呀，这是我的回答。谢谢老师。谢谢，然后Jeremy，你稍等一下，下面有两位是 Patty 王，然后另一位是 Olivia，就是两位我没有办法把你们拉上来，所以如果我看到 Olivia 上来了，所以如果是 Patty 王你没有办法上来，但问题还想问的话，你可以在 Room Chat 里面留言，然后我会把你留言念出来，谢谢。然后，Jeremy，如果你在的话，Jeremy 在。啊，哎，你好。哎，你好。好，来，对，James 老师，就是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刚开头的时候说到那个关于弯道超车的这个问题，就是除了 QQQ 和 SPY 这两个指标之外，您对于现在关于商业地产还有银行，因为现在下降的比较多，这两个会不会是以后比较好的一个赛道？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就是芒格说的投资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会怎么看？好，谢谢。要去投资你不熟悉的了。你是如果是建商，你如果是那个，那当然没话说。如果不是，那对你来讲是外行，你是外行，不要去投资你不熟悉的。长期来说，你如果做开发商是有赚头的，你如果是做这个，只是买一个地产，买一个那个，那你是没有赚头的，而且你的资金那么少。
luck 在这个 commercial 或者是自己的 house 或者是 rental property， 你是自找麻烦，因为你的现金流是不足的，你退休是不够的哈。不建议去投资任何不动产、啊、这是我的个人的喜好哈、啊、不牵扯到你如果对这方面是很熟悉的人，那你可以投资没问题，可是要专精、啊、要专精。芒格讲的话、每个人讲的话你们听听就好，你有真实研究过他所讲的话，为什么说这个黄金时代已过，那怎么办，那怎么办，你问芒格，如果我想问他，我说那你现在是不是都换成现金了还是什么，你讲这个话总要让人家有得遵循啊，黄金时代已过。 What's the next? What's the next? 那是不是不要投资了，还是说哦黄金时代已过应该要怎么样、啊、也没讲是黄金时代已过。 I don't think so， 我不认为、哦、我不认为，而且黄金时代才刚要来临，那你相信谁？哦、所以、不要受人家的影响、哦、像你要自己独立判断的能力，独自判断的能力、哦啊、所以像 Howard Mark 啦，那个芒格所讲的黄金时代已过，你知道他讲这句话之后巴菲特说什么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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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Always have opportunityWe earn the money from the stupid people. OK， 所以你要知道2022年这个大跌的低点未来还会再来，就是说还会 有可能涨到500又跌到300又涨到800跌到500。巴菲特的眼光里面是非常乐观的，我们永远有机会，因为笨蛋永远都在那边、哦、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没有所谓的什么黄金时代过，你如果乐观的人永远都是黄金时代，你如果悲观的人永远是黑暗至暗的时期、哦、所以我不觉得，我还是相信巴菲特说的啦、yeah. 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 Jeremy。 下一位呀，如果您在的话，也你好 James 老师，各位学员们、大家好。那我是 Olivia， 然后我是来自美国，我今天有准备了大概有我个人的有大概五个小问题，所以可能会占用大家时间，我就先问一两个，如果说大家后面还有给我多余的时间我再接着。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我的投资经验只有2年多，那刚接触的时候我是小钱就去试这个水温，当然进入市场之后我也真的学到了教训，就幸好只是把我的盈利部分回吐而已，所以我去年才开始听这一个课程跟认真做这个的投资规划。然后呢，我们现在目前的家庭除去了紧急备用金有半年的这紧急备用金，那已经投资进去的金额只有十几万。另外，就因为我们夫妻俩是晚婚晚育，目前都有稳定的工作，也是今年刚有小孩。那我们两人的年度开销大概是8到10万之间。就是现在多了个孩子的话，想问老师是否需要备足1年的紧急备用金？这是我第一个小问题。你们两个人都上班，对，准备1年也可以了，半年也是 OK 了。好的，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以前没有其他比较正式的投资经验，所以还年龄在那里就比较担心，只是想着说稳稳当当的每一步去走。因为按照您的投资方式的话，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适合我们，所以我就预计过，如果我们两个一直保持这样的工作跟稳定的这样的收入的话，也许我们还得要15到20年才能够通过这个股票质押的方式安全的过退休的生活。
那后面就是想着说，多了孩子的话，我们常年会有多出不少的开销，所以就想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退休时间，还会再接着延长。就现在有点茫茫，就想问一下老师，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养过小孩，就完全没经验，就是说在这一块上面，你人生或者是说财商规划上面有什么可以分享或建议？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你们两个都上班啊，那才一个小孩，你们可以养得很好，没问题的啊！只要做好投资，这个但年轻人不要担心小孩啊，生小孩很好的哈，有小孩也是很棒的。我讲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生。你应该要生了哈，要生，那不要说不生小孩，我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了哈。当然，年轻人有的人不生小孩，你们也可以自由选择，没关系。我只是以过来人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哈。我们人的存在的意义哈，有很多，可是当你父母都走了。你又没小孩，你会发现你在这天地悠悠之间，你还剩什么？就算是那个小孩远在天边，你在西岸，他在东岸，或者是你在台湾，他在美国，你至少还在这个悠悠的宇宙里面有一个 connection。可是当你的父母走了，那你还有配偶，如果配偶也走了，你会发现，在有一个时期里面，你在天地悠悠之间，你还剩什么？所以，如果能生小孩的，一定要生，而且不要只生一个，生两个，因为你的小孩，你要想他在天地悠悠之间。只有他一个。假设你不在，如果他又没结婚，所以哦，我们人呐、啊，就是说，我在感受就是，生命的意义在记起宇宙，记起之生命啊，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在记起宇宙，记起之生命，所以。生小孩是一个很棒的事，养小孩也是非常棒的事，所以啊，我很鼓励年轻人一定要做这个事。如果你可以生，you can，你可以经历，你可以有这种 experience，你为什么要放弃呢？这个我是非常鼓励大家这样做哈。当然，年轻人要自己决定了哈。所以，Olivia 不要担心哈，养小孩很简单哈，就是。在美国又简单又不也不用补习，像我养我女儿也不用补习，就一直弄念到大学了啊！就念大学当然有一笔费用，那你只要现在安稳的两个工作、储蓄、投资，足足有余的啊，足足有余，不用担心啊！这个养小孩很棒，很棒。那重点是两个人要同心协力啊，要有同样的价值观，那有同样的这个金钱观啊，做同样的事。相互体谅，为对方着想，不要计较。你爱他越多，他会爱你越多。这个是一个镜子，这是一个镜子。夫妻之间是一种镜子，你对他恶言相向，他就对你恶言相向。所以对子女也是一样，人跟人之间一样，所以是一面镜子。你不要看人家对你不好，你就看到你自己。所以夫妻相处之道一样，那就是说。你要爱对方了哈，你才有办法长期相处啊。这个是 Olivia，你第一个问题，我跟你回答这样。你继续做就对了，嘿。好的，谢谢老师。因为我先生是独生子，而我的家庭是有非常多的兄弟姐妹，所以我看得到我的父母养这一帮孩子的时候，常年的这些辛苦，
还有我跟我先生这边做对比之后，他告诉我说，他从小从出生到大到现在都很孤单，所以他非常的羡慕就我们的家庭。我有很多的兄弟姐妹，有任何的苦恼啊，都可以跟他分享。甚至就是说，我们爸爸妈妈有什么问题，他身边永远都有小孩，然后大家都会关心父母，就是非常的有爱，所以他特别羡慕我。所以我们现在的计划就是因为晚生晚育，我先生其实已经40岁了，但我们刚刚有小孩，就是有可能会考虑2到3个孩子，因为打算就是我们真的走了的话，孩子真的不会太孤单，至少他有一个伴。就这是我的计划，只是说今年刚开始，所以我会怕他，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没经验，再加上说以前的爸妈他们没有机会投资，把所有的钱都省下来养小孩，但是我们现在有机会投资，我们也想要计划好这一个退休，所以呢，如果我现在开始投资，而加大我的这一个投资资金，那么对于我往后的退休时间就会缩短，或者说提升我退休生活的整个质量跟抵抗风险的能力。但就是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有小孩之后，有点茫然，就是他可能他的开销我们会预测不到，所以他反向会减少我现在的一个投资的金额。所以在投资方面，您有经验或者是可以提点的地方吗，老师？没有啊，就是我们投资，你就一直买 QQQ 就好了，你就一直买 QQQ 就可以了。你要假设你今天如果是18年，因为你小孩真正念大学18年后嘛，你们每个月投1000块啊，18年你们会有70几万。你如果每个月能够投2000块，你们就有140万啊，140万。你们每个月如果投3000块。你就200多万，所以你们要尽量看能不能投超过2000块一个月以上哦。那这个会对你18岁小孩子18岁之后，他要上大学，对你们压力会比较小一点。好的，明白。那，因为我是女方，所以我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培养孩，就是说去陪伴孩子，所以呢，可能到时候会影响到我的工作跟收入。那我是把原来家里的整个投资资金是从500块一直提升到1500，然后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只要每个月有余钱，我还会把钱给挤出来往里头投。但是呢，如果影响到我的工作，我当时就有在准，就是在还备孕期间，我就已经有在准备说，哎，要不要准备创业？但是又发现说，开始投入的时候呢，就是入不敷出的，花费我的精力特别特别多，等于说我这个计划好像不太适合我初为父母阶段进行创业，因为我没有时间跟精力去 handle 孩子跟家庭。可能对家庭的经济帮助也不是很大，但我们的家族都是做生意的，等于说长远来讲的话，他一定会比你那个打工的收入来得高，所以我就现在有点犹豫，我该不该开始。这个很难回答，然后创业，当然你们家族都创业的，所以我也没有说那个。如果以我的我本身我个人呢，我是不适合创业，然后我认为投资股票就可以赚那么多钱，为什么要创业？除非像 Elon Musk 一样可以改变人类。那你说要做一个创业，那个东西现在没人做吗？还是怎么样？只有你能做吗？而且对人类的增进人类的幸福有吗？啊，这个多少啊？这个我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创业的哈。所以，我是认为家庭小孩，还是 first priority 了哈。这个。我也不能阻挡你去创业，可是家庭小孩是 first priority。你的事业再成功，你的金钱再多，小孩子有问题，那才是你一生的头痛。
哦，所以当你能够兼顾这个的时候，再去考虑创业，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明白，谢谢老师。那我还有剩下两个问题，那我先等下留到最后，其他人如果有问题先，你帮我怕耽误大家太多时间，谢谢。谢谢 Olivia。那下一位我们先换天华。天华，如果您在的话，可以直接开麦。谢谢。哦，谢谢。James 老师，早上好。我有一个简单问题，就是我在投资513100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东西叫溢价率，这个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好，它的变动也是挺大的。那我能不能根据这个，比如说我能不能根据就是溢价率的，比如它的高低，它也能帮助我，比如我投资的时机，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哎，就这一个问题。哎，谢谢。溢价率那个就是 overvalue 嘛，或者是跟 NAV 比嘛，是不是这样子？对，应该那我比如说，那比如它有些它因为它的513100，它溢价率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它有时会甚至会出现负的，这个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哦，对。对啊，会有负的，会有负的，就是这个叫做。比如说，你现在 QQ 股价现在325，那 NAV 是325.04，你的 QQ 股价是325.03，那就没有溢价率，溢价率就是负的0.01，那这个没有溢价率。那如果是 SPY，因为这个美国是很有效率的哦，所以这个SPY 一个是411.60，一个是411.59，那个0.01，现在的溢价率都很低了哈，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溢价率，所以这个是在美国市场。那你在中国可能这个因为效率的问题会有一点点溢价率，可是不要因为溢价率而决定你的投资哈，不要，那个。溢价可以溢价很久，或 undervalue 或 overvalue 可以很久啊，所以你有钱就投那个小事，那个很小，那不要去管它了。我认为是这样，哎，好，谢谢张老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就513100它的操作方式是不是说，比如说我用人民币买的话，然后他当天他换成美金，然后等于说是买了美金资产，对不对？就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他不一定啊，他不会是，不对，就你们在交易，你买是有人卖给你啊，他根本手上没拿到钱，他不管市场你们自己去操作，所以有人买有人卖，他只要控制今天的 value 是什么，就是说，比如说513100好了，513100那这个礼拜五那一天啊，这里看不到啊，我看一下那礼拜五那一天的交易。好，礼拜五那一天，它的波动就是在0.948啊，低点0.946，就差0.002，就在这中间波动了。所以在这边波动，就是它那天的 value 就在这边。所以那个发行商不管它的，那是你们市场自己去交易。可是它尽量控制在。这个范围内，所以你们交易就会在一个 boundary 交易啊，了解这一种天网，所以他明没白。有他不用去做什么事啊，他只要你们控制，那他等到今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发现诶，他卖的人多，那卖的人多，他又要维持在0.946这个位置的话，那他可能收到收是他他可他他他他可能可能。就卖出很多股票出去了，就是没有人卖啊，有人没有人买啊，可是有人一直卖，那他就要维持在0.946，那他就要买很多进来，你有人卖嘛？那有人卖，他就要去买，那买的时候他买是不是要花钱？那花钱的这个钱怎么办？他就是要你第二天要去美国卖股票，拿到这个钱。要卖 QQQ 就这样子而已啊，你们卖他帮你拿去美国卖就这样子。那从亚洲开盘到美国中间有一个晚上，那美国一开盘可能就会跳空或跳低，
那他可能卖得太便宜了，那他就会亏损，所以他会到期货市场去买一个 call，就买一个 put，他能够把股票卖出去，所以他去卖 put 的时候，他可以卖到0.946，就是他买进什么价钱，他就去 put 什么价钱，就这样。那所以，他不担心明天是跳空或跳底哈，他就是有可以卖到那个价钱，就是这样，天华是这样。所以你们卖，很多人卖，那如果都有人买，他就不用管他。那如果有卖单很多，实在大家很恐慌，不知道为什么对美国很恐慌，就一直卖，那他就要得买。那买他买的时候，他要付钱，付完钱之后，付完钱他不是他要用自己的钱去付，付完钱之后，他要在他手上的股票 QQQ 要拿去美国卖，他要去卖，因为你们卖掉了嘛，那就不用持有那么多 QQQ 了嘛，那就把 QQQ 拿去美国卖。那这中间有一些风险，他要去做 hedge，他要半夜的时间，他在台湾开盘的时候，他去新加坡做一个 hedge 的动作，那就这样子。好，谢谢詹姆斯，谢谢。嗯。那我先看一下，我没朋友的备，可以是退出这个 app，再重新登入这个 app 到进，然后再进来这个房间，然后你再重新举手上来，因为这个是Clubhouse 长期的问题，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加入进来的话，请按照我刚才说的。那因为我们上面举手的还现在还只剩下 Olivia 了，所以 Olivia，你刚才是不是有两个问题？你可以继续再把你那两个问题给问完，谢谢。Olivia 还在吗？你好，在的。好，那您可以先继续讲，谢谢。好的，那我后面是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我的先生，他是在公司也是上班有一段时间，然后现在我们公司这边就是有帮他买这个 principal 的那个401K，那个机构是 principal，然后呢，因为他一开始我们都不懂，所以他是先接触这个养老金的，然后呢，他就选的是那个 traditional 401K。后来，听了音频，听了老师的这些教导之后呢，我们是找了公司那边通知，能不能帮他转成那个 Roth 的 401K 的账号？其实公司是有的，可是呢，没有，就是，要开的话得分开开，然后呢，没有办法说把你那个 traditional 账户的钱转到 Roth IRA 的账号里头。所以当时就 OK，那就单独再另外开一个。可是几个月过去了，就人事那边的人就说，帮忙开通了，已经帮忙开通。可是我们这边是根本没有看到那个账号。那联系那个机构那边的人也是说，没有看到这个账号。所以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想问问老师或者其他学员，你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有没有哪一些解决的方法或建议？谢谢。第一个，你如果那个你要把那个 401K 里面的 selecting list 给我看一下啦，我帮你看一下那个 principal 到底他提供的基金好不好，都是个问题。如果基金不好，你不一定要投了，你就投在自己你们两个人个别自己开个 Roth 啊，Roth IRA 投6、7千块钱每年这样也是 OK 啊，其他放在自己的一般账户就好啊。也不一定要去搞 401K 啦，那公司若有 match 当然是好了，那所以那个当然去解决看看能不能有 Roth 的账号。那可是我也看过有的人好像也分不出来，可是他们后台说我们自己分得出来，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状况。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可以来提供一下些。所以，Olivia，如果在还没有搞清楚你投进去是 Roth 还是 traditional 的时候，就不要再投了啊！就等到搞清楚再投。那你们可以去投，
你401K 没投满的，比如说401K 投2万块，你不用投到两，你投到12000块，那其他的8000块或什么其他6000块，你是可以去开 IRA traditional IRA 投 Roth IRA 的哈，只要你薪水不是很高的话，就是这样子。我先生的薪水比较高，那因为我们只选择公司 match 多少，你就是投哦，多对少，了，然对对，后公司有 match，那其你他就，多余的一分钱我们都不会投入，所以哦，只是公司的那个相关人员就是处理的结果，我们也觉得很 confused，所以我可能在今天会给您发邮件，然后您帮我们看一下好吗？对啊，我帮你看，就是 selecting list 是哪些是比较好了，那你可以发给我，我帮你选。那至于 Rush 那个，你们还是赶快去解决，要去那个，你都怎么会有这种问题？这个银行这种事情就是很 precisely 很那个，哪有开账户开不出来的？这蛮特别的。现在推来推去，已经推了几个月，我们还没有答案，所以就觉得很好奇，因为也是来美国没多久，所以没有经验，所以只是你看是看有没找？有其他的那你人找知道。公司有一些对，找负公司负负。责人，哦，那负那责你这一你块你的人。你找公司负责人，他也没办法，那你就直接跟那个基金公司联络了。基金公司说没看到，你刚刚请他没有开一看到个，这个账号，那就请没他有开一看到个，他开的账号。那就请哎，他我开一们个，可以直接找这个可以机啊，构的人那直接就请开。他开一个啊，那看他能不能开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再找。你说那为什么没有？那他说哦，你们那个负责人没跟我们联络。那你就这叫啊，就3方对话嘛，三方你跟那负责人一起，那个 Concord 那个基金公司啊，OK，好。因为我们基金公司那一边打电话给他们，只能接通客服，所以就是。还蛮耗时间的，等你一天下来，两边都还没对上。对啊，那这个对，基金公司就很烂了，了解。那好，个那公。我稍后给您发邮件。你们那个公司就是你现在那个公司负责人选的基金很烂，就这样子啊，了解。好的，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日常就是去看书，或者是听这些投资音频的，平时会看别的书，当然。我不靠近那一个市场，所以我日常的话是只看看那个 CNN 的那个 Green and Fair 的这个指数。我平时是以它的指标低于15到10% 以下，我才会算成这一个极度恐慌，就整个市场要达到极度恐慌，这个时候我就会，就是只要有钱的地方。我就会想办法集中资金去买入 QQQ，我不知道这个做法对不对，因为之前在网上有听过一堆的说什么 VIXY 啊 VIX 这些指数，但我发现这个指数我是看不懂，也根本不知道他们上上下下在干嘛，比较费解。那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指数可以推荐给我去参考，因为我不想靠近市场。你不用都不用参考，你也不要去看那个什么什么这个财经台，不用了，因为都没有，日常都不不看。用了，你也不用看指标，没有什么指标了。有钱那个指标当下就买进去就好了。你每个月剩多少钱，你就那个时间今天剩钱就今天买。现在到现在有2000块，你礼拜一就给它买进了，什么都不要管，没有什么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啊，你就买进去就对了啊，没有任何指标是有效的。明白，没有，没好有，好，谢你谢不用老去师，花时那。间，不用去花时间，那个都浪费时间了。好好好，非常感谢老师。那我今天没有其他问题，感谢感谢。好，谢谢 Olivia。然后 Bob 稍等一下，就是刚才我看到 Patty 在 Room Chat 里面有问到，然后我拉了几次一直没有成功，可能是Clubhouse 有些问题。如果 Patty 您方便的话，你可以把你问题打成文字下来，我等一下可以帮你念出来。那如果时间上来不及的话，你也可以发 email 给到 James 老师，或者是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你可以再加入我们的房间，因为这个确实是 Clubhouse 长久以来的情况，就是有时候就会一直没有办法把人拉上来，真不好意思。然后下一位是 Bob Byron，如果您在的话，可以直接开麦，谢谢。哎，你好，我是想补充一下这个关于 Oliver 这个401K 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直接跟基金公司联系，到基金公司的网站，然后你自己要变一下你的这个 contribution。你如果原来是投资 traditional 401k 的这个 contribution 变的话，它 Roth 401k 它是看不到的。另外补充一点就是说，公司的 match 这个 401k 是一定要拿的，对，这个是 free money。另外我请教一下 James 老师，过去的话，我一直在这Fidelity 的 401k 里面，它有Vanguard 它给都那个比如说2030，您觉得这个target fund 还需要吗？目前来讲，好像它这两年的 growth 比SP 500还好一点。对，谢谢。不要做 target 的，target 都是有债券嘛，哦，它是做 rebalancing，根据你的年龄来看多少债券比例，多少股票指数比例，它是不要，我不认为需要做 target 的，你还是一样做你该做的指数基金。我们是从来不建议拥有任何债券的哈。那再来就是，如果你的 401k 能够做 money link，就是说 brokerage link 的话，那你该把它 link 出去去买 QQQ。哦，就是能尽量能够这样做，这样做，因为还是很难找到有 mutual fund 能够 bid 的这个 index 了哈。所以你们在那个有 401k 有公司 401k 的人，你们应该是要能够看看问一下能不能做 brokerage link，那就把钱 link 出去啊，去买 QQQ 对，所以不要做那个 target fund 了，嘿。你应该在你谢的谢。mutual fund 里面找到好的 mutual fund 去投资哈，这个长期绩效低下是最大的风险啊，这是要注意哈。我们既然是长期，尤其是退休账户都是长期的就不要买 SPY，就要买 QQQ 了吧，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了，就这样。谢谢 Bob，也谢谢 James 老师。我看一下，在 Room Chat 里面有没有一些朋友的问题是刚才没有念到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稍等哦。刚才有一位Jane Ran，他在Room Chat 面问说，是不是可以请老师提供目前算退休金的表格？我记得上周好像有，然后方便的话，可以导师在 Room Chat 里面再分享一下吗？退休金的表格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懂。我们退休就是你年开销乘上33，是你要准备的钱嘛？那我不知道他要的表格是我们那个1亿元讲座那个 Excel file 吗？还是？不过，Jane，你在 Room 里面留言，或者是你可以写 email 去问 James，然后可能要把你的问题再描述的清楚一点，因为应该是价值1亿元的投资理财讲座里面的表格，或者是你要的是其他。然后刚才有一个朋友是00Q，他想问说QQQQ 现在价格可以买吗？还是要再等等，是否有可能再回到？这个上个礼拜你们有听我的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我就说不要等哈，不要等哈，不要，没什么好等的哈，你有钱就买进哦。还有人问这个要不要等一等，不用等啊，你等都是浪费时间了。你是投资20年的人，为什么要等呢？对不对？我上个礼拜投资者常犯的错误的最后4条里面最后一条说再等等，再等市场下跌哦。指数基金有钱就买，不用等，不用等，不用等啊，有钱那个时间就是最好的买点。你问巴菲特，巴菲特也是这样回答。所以不要等，也不要先参考任何投资，没有感情，有钱就给他买进就对了。那个钱如果是需要投资的，你就给他买进。因为你投资是20年以后的事嘛，所以你现在等等个多一块少一块，对你来讲，
没有差别了。就算买的时候再跌20%，对你来讲，长期来讲，你也不会知道，对不对？那个，你如果买了，它继续跌，那你要很高兴啊，因为你再下来下一笔就会投资的更便宜了嘛。哦，所以那种涨上去你也高兴啊，如果你已经投进去的钱呢又开始涨了，所以还在工作的人不要等啊，不要花时间，不要花任何1秒钟去看投等，或者是不要花任何1秒钟去看任何指标，都没有意义的了哈。你就有钱就买进去就对了，嗯。然后，刚才有一位朋友叫俊已经上来了。那如果俊您在的话，可以直接发问或者是分享。James 老师好，大家好，我有一个，能听到我吗？哎，请说。我有一个就是有关 401k 的问题。我们单位有的福利嘛，就是公司可以 contribute 就是3万块钱到401，就是 traditional 401k，还有 Roth 401k 这个 combination 呢是3万块钱。那么额外呢还可以 contribute 3万8到 after tax contribution。那么这个 after tax contribution 呢，可以这个就是 right after contribution 可以这个 convert 成 401k，Roth 401k，这个是我最近做的一个 action。那么我想当时以前我跟 James 老师 email 联系过，James 老师帮我选了 SPY 的 contribution，谢谢。那么我刚才又听到那个 James 老师提到了，如果这个我是 Fidelity 啊，如果这个有这个 brokerage link，可以把钱放到 QQQ，那么我就想听一下 James 老师，对我这个 action 有什么 comment？我还是 keep 这个现在的 plan，就是 SPY 的 contribution，包括我 401k。还有 Roth 401k 的这个3万块，还有呢 After tax contribution 3万8的 Right after contribution 可以 convert 成 401k，在我所有的 contribution 都是在 SPY 的这个 ticker。那么 James 老师想听听您的意见。好，你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不要再去做那个 after tax 的那个，不要投了啦。哎，你投太多在 401k 没有用，不是说没有用，是你如果投资在那边太多，你的 brokerage account 资金太少，就有人跟我讲说，老师，我的一般账户只有1.2个 million，就120万。那我现在49岁。那我的那个401k 那个退休账户里面有3个 million，那我现在这1.2个 million 的钱能够用到59岁半吗？如果没办法，那怎么办？所以你如果有计划要提早退休的人，你不要在退休账户所有的钱都放到退休账户，那你这样就没办法提前退休嘛？因为你在59岁半之前，你退休你就是要用自己的钱，而不是用Roth 的钱，因为59岁半前你是没办法从退休账户里拿钱，如果拿钱要被罚嘛，吼。所以你如果每年你可以投3万块的到 Roth 401k 就好了，不要再多提拨1毛钱了。那个 backdoor 那个东西不要做了，你投资6万块到 Roth 里面没意义了啦，哎，你3万块就可以了。那其他的就放在自己的 brokerage account，以后要提早退休还有钱可以，你做 pair 或者是可以用嘛。你到39岁半之前，你要的钱还有嘛？哦，所以第一个你就是不要再多投超过3万块的资金的了哈，这个3万块够了，在 Roth 够了哈。另外呢，3万多你就应该不要再做 backdoor 了哈，这不要什么 after tax 要做，再可以 roll over 到 Roth 去了。除非说你的薪水很高，你说你其实6万块投进去了，那你其实还有8万块或者是还有6万块可以投资 brokerage account，所以你一年可以存12万，那当然另当别论了哈，那当然另当别论，那当然就是 OK，那可以啊，那就多投一点 Roth 没问题。假设你说你投完6万块6万8以后，
那你手上只剩一万块，或者是这个一年只剩一万块可以投，那你就是没办法提前退休啊，哦，这样就不好。就这个第一个问题，你才懂。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这好，我就是准备投进去的钱，就是至少10年，我是不想动的。OK，那你要知道，就是说你这10年内不会有意外，不会去用到那个退休账户的钱。你如果失业了或者是意外，你的钱够吗？这个要准备啊。你要不要提早退休？这个你要先想一下。就是说，如果放到 brokerage account 的，是不是也要是去买 QQQ 呢？是，好的。对。哦，大家要平衡一点哈。你如果不是说，那你说我到59岁半以后才要用这个钱，把所有全是全身上所有钱全部投进去了，那我 brokerage account 只有两三万、10万，不行的啦。那个你总是会有人还总是会有意外嘛。那你突然要有什么事情要突然又失业的，那退休账户拿不出钱，那只有投资账户只有10万块。过不了一年，那怎么办？不行的哈，不行的。老师，我现在年龄我已经60了。哦，那 OK，那你就投吧，反正你随时要拿都可以啊，都可以了。那你如果已经60的，那就放 Roth 嘛，Roth 放啊，要拿，反正也不用，也没问题了，所以就投吧。就投，就投。那都投，那你如果是60的，那你就不要，不是。那你这样子，你要算算看，你是不是3% 够不够活，还是2% 够不够活？你如果是2% 可以过日子的话，那你投资 QQQ 没问题。那如果是资金不够多，2% 不能过退休日子的话，那你可能要有部分是 SPY 哦，因为 SPY 可以乘3% 可以过日子，那不还是一半一半？你自己要算一下。要是跟年轻人讲，像我才30来被烫到 brokerage account 去投 QQQ。对，那你应该最少是这样子了，就是说，对了，你如果投一半一半的话，那你的资产就是2.5% 可以拿来花用嘛。那你如果是全部是 QQQ，那你只能用2% 嘛。那你如果全部是一半一半的话，那你就可以用2.5%。你如果全部是 SPY，你可以用3% 嘛。那你看哪一种是够不够？那你还在工作的话，那当然就可以 aggressive 一点，你就是 QQQ 可以多一点。反正现在还没要退休啊，所以你退休账户里面还是可以多放在 QQQ 里面，到时候再看了。好的，谢谢，谢谢好。郑思老师，谢谢大家，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对，那个资产配置这个问题是蛮个人的，每个人真的会不一样，因为你的年纪，比如说你是30岁，你是60岁，你是有1000万，跟你是有500万或者200万，这完全不一样哦。那自己要思考一下。那你 aggressive 一点，波动会比较大。aggressive 波动会比较大。那你若承受得起，那你应该是要追求高回报。像巴菲特说的，我其实不担心波动，我只看看20年后长期的回报哪一个高。波动对我来讲是不存在的啊，因为短期的波动是不存在的。是这个是他老人家的看法。那你是不是这样看啊？你能不能这样看？短期波动对你真的是不重要吗？他老人家有钱啊，波动对他不重要。可是，你已经退休的人，波动来讲，可能对你来讲，可能还是蛮重要的哦，都要分辨一下。谢谢，谢谢James 老师。那，不好意思，我刚不小心关掉。谢谢James 老师。好，那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整个 Clubhouse 的房间，原则上我们会是从晚上的10点到11点半，然后美西时间早上7点到8点半的时间。那现在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12点钟左右，那也想问问看 James 老师有什么要在结束之前补充的吗？没有了哈，所以大家很好，就是很多问题很好，那我们也就帮大家一一回答。那个，
任何的问题都很好的问题了哈，所以大家可以听听别人问题。当然，有些问题对很多人来讲可能都是不是问题，不过就是听听别人是怎么样的问题。那谢谢所有的 moderator，谢谢文嫣哈，我没有其他补充了哈，谢谢。谢谢，那也再次强调，所有的新手问题、老手问题，就是都是好问题。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也非常欢迎大家在每周六晚上10点的时间，或梅西早上7点的这个时间，一起加入我们 Clubhouse 的房间，跟我们一起讨论、分享，从别人的故事或别人的疑问中，就是一起互相学习。那最后在结束之前，再小小的再提醒一下，如果你今天非常喜欢我们这个房间的讨论，你可以按左上角这个蓝色的头像点击James 老师的这个 Clubhouse 账号，让进去按关注之后，每周在这个时候都会获得来自 Clubhouse 的系统通知。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在 YouTube、Bilibili、Spotify、Podcast 等等地方搜索 CLEC 投资理财教育学院，都可以找到就是相对应的一些影片或者是音频。你在 Facebook 搜寻 Wealthy and 50，也可以找到老师的文章。那最后，我们这个房间会留大概是2分钟的时间到4分，有兴趣的人可以直接按 James 老师的头像进去按关注，谢谢。